口好渴哦！啊，我去看看冰箱有没有饮料。没有饮料。那去喝白开水啊！不要，我不爱喝白开水。喝白开水比较健康。嗯。我喝了。你只喝一点点，继续。我喝了，拜拜。哎，你们要不要叫饮料？好啊。啊，我也要。那你要喝什么？我要喝绿茶，然后微糖。哦，好，那你呢？我要红茶，少糖。哦，好，那我打电话。喂，请问是饮料店吗？我要一杯红茶，一杯绿茶，一杯奶茶，我全部都要全糖去冰。对，好，待会过去拿。好，拜拜。你是蚂蚁人哦，你叫错了啦。怎么办？你自己喝。啊，这么多杯。妈咪，我口好渴哦，我想要喝饮料。啊，你刚不是才喝白开水吗？嗯，我要口渴了嘛。哦，好啦，走走走。耶、yeah! ！啊，我要买这个。走吧，去结账。干嘛走？以上是演戏，请勿当真。小朋友要多喝白开水才会健康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